我们的核酸和抗原的话是每天一次核酸检测，一次抗原，然后我们早上8点统一去做，先做完核酸然后再工作，然后我们抗原的话是然后回到店里的时候再做一次抗原，为了保证我们员工的健康以及我们就是对客户的负责任嘛。我们员工的吃住以我们的后勤保障的话，同样我们吃的东西是我们公司统一调拨到我们前置仓，然后我们一天3顿，有牛奶，有水果，有自助火锅，有泡面。